经过环岛，请从第二出口驶出，进入长江西路。进入环岛，请从第二出口驶出，进入长江西路。经过第一出口，驶出环岛，进入长江西路。沿当前道路，继续行驶1.9公里。下个红绿灯右转。
电机和眼镜检测等高精度设备，为每